圣境，一切归百净。感恩我们今日在此落脚处，也谢谢我们的修远禅师。我们祈愿在此呢，同声开口十念放光起受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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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愿在佛法里面，我们的尊者，也就是我们的济公佛，也就是修缘也就是我们李修缘，感恩我们在今日呢，能够呢在此将雄龙尊者，将所有的十法界当中的四圣地，再次的在此恩德广披，感恩我们五修在五斋在此啊，谢谢大众呢尽心尽力，感恩一切平安，阿弥陀佛。其实我们心经最重要，前面二十字道尽了宇宙啊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了不起啊！我们感恩台湾呢，到处人间温暖。我们行脚来到嘉义的义竹，这边是我们的修远禅师啊，修远禅师，感恩佛的慈悲，愿此地所有的善心善念，皆能够回归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。